东西哦，然后这边也不能讲电话哦，接下来也不要报道哦，谢谢。哪里啦？他们说自由时报广场啊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怎么问呢？还是一样不对啊？哎，什么？台下的，我跟他讲一下这里是哪里好不好？小心！还是不对啊？哦，跟你们讲啊，这里呢是命运的十字路口。哦，命运的十字路口啊？嗯，没错，难怪四条岔路。啊，我要选哪里啊？哦，我呀。啊，等一下，哎，我想要上厕所嘞，我在旅途之前先上个厕所啊。厕所。有吗？小心厕所啦。厕所。对。不好意思，刚才那个4G网络在干扰我的这个。这边不能开4G网络啊。哦，对，我跟你讲，在十字路口沟通的都是心灵沟通的，好不好？心灵沟通，哎，真的很会。哦，真的是。啊，我先挂一下，我先挂一下，记得要关4G网络的。哎，对对对。那厕所到底在哪里啊？你还没有跟我讲啊。厕所哦，看到没？那个门。哦，那个门啊。啊。哦，直走。哎。直走。这个门直走。哦，是右转吗？哎，对。这个门直走右转是厕所。对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有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先去厕所。哎，等等等。在旅途开始前，不是有四条岔路吗？对。我们需要一点声音，为我们指引正确的道路。也许